方有不一样的理解嘅。嘅方法咧點咧？就係佢話三年前咧已經解決咗噶啦，甚至啲家屬咧都同意咗啦。即係對我嚟講，呢個根本就冇可能發生咗嘅事。從來呢幾年都冇一次佢話：咦，我解決咗咯，點解你仲唔肯過嘅咁？從來冇呢樣嘢嘅。點可能咁樣咧？咁你問我，即係可能性就係即係好大咯。佢話地方嘅事啦，咁已經提高，但家屬最在乎嘅係非政府道歉。請勿靠近車門。请不要靠近车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. 香港是否一个主权国系无关嘅，最紧要就系喺菲律宾政府有冇诚意承担当年嘅惨剧嘅责任嘅啫。佢咁嘅态度咧，就会系令到特区政府咧要考虑系咪需要将嗰个制裁措施交还。任何团体就发声明。擔心兩地政府關係持續緊張，制裁措施會波及喺香港作業嘅費用，促請菲律賓總統馬可洛收勢為事件道歉。有城市記者陳文報道。主任唐佩波问被告系咪认罪嘅时候，
被告張建聰一路呼叫政治打壓口號，主任裁判官叫停之後，被告又呼叫自己無罪，全部被告否認無罪。案件日後至到下個月27號審理覆核，四個人獲准自資500蚊擔保。